И?客官，请喝水。 掌柜的来了，客官，何事？哼，你这里真是好水好茶，好风光啊！大碗粗茶，不值一提。这么幽静的地方，就算是杀个人，也没有人知道吧？客官，此话何意？ 用这种伎俩对付我，难道不下毒就杀不了我吗？在意，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今天我们要为被你残害的武林通道报仇。 杀了我爹，我要为我爹报仇！师兄。 师弟，别来无恙。跟师兄约好，岂能失约？本是你我二人相约比武，可你刚刚似乎干了件大事。哼，这帮人鬼鬼祟祟，想要设计下毒害我。再说，也是他们先动的手。哼，我在江南就听说，你趁着敌朝廷，采办延误，私贩烟土，事后又杀人灭口，丧尽天良。 本以为只是以讹传讹，没想到今日亲眼所见，竟是如此残暴。哼，怎么，师兄不问世事，如今也都管闲事起来了？你也算是一代宗师，闲云野鹤一般自在。我劝你，还是不要计较这些恩怨俗事，枉负盛名。当年你父亲老亲王。 抱你来门中学武，希望你能学武强身，不料却成了你作恶的武器，真是我门中不幸。即使比武，今日如果你赢了我，以后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管；如果你输了，就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要改邪归正，否则就是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取了你的人头。好。 那我就答应你。
师兄果然是天下第一啊！既然师弟输了，就请遵守承诺。好，师弟一定不负师兄。告辞。 卖酱菜，卖酱菜，卖酱菜，卖酱豆角，卖酱萝卜，揭开腰牌的虚伪面纱，揭开腰牌的虚伪面纱，来，小伙子，哎，揭开腰牌，来，穿越角色，穆小姐，街角有几个人一直鬼鬼祟祟的盯着我们看。 什么事跟我啥老啊？这是跟你没关系了，上一边去。哎呦，你这个孩子，你厉害了哈！你看你的二十好多岁了，一事无成，整天就知道打架闹事。你说你，你干什么你？师嫂，你上一边去。你说你这么多年的饭都白吃了你啊？我说你们家这家教都不怎么样啊，生这么大儿子也不聪明。 儿子，走着。哼，怎么了？有事儿吗？梅姨，今天晚上吃鸡吗？吃你。老傻。哎，梅姐，我说你怎么叫儿子的？你会不会当妈啦？关你屁事啊，小寡妇。 叫我小寡妇，那你不是寡妇吗？你个老寡妇，寡妇呢，也是讲辈分的。小寡妇，自己一身的毛病，凭什么跑我们家来指点江山啊？刺儿头怎么了？没听人家杨教父说书吗？人家杨教父说呀。 外表有刺儿的人，内心留着一股清泉。我儿子呀，简单善良，不聪明呢，说明没那么多花肠子。
玫瑰的刺儿倒是更多，你不服全都拔光啊，干嘛还要喷一身的玫瑰汁子，熏得我们家酱菜都变味了，还在我面前说什么北京腔，我才是京城来的。再说了，谁生了谁管，我生了我管，我儿子闯的祸我来担，我还没生气呢，你急了什么呀？还有你们看什么热闹？老傻，送客。老傻，你说小马这每天在外面闯祸，你也不看着他点儿？不是，这人是活的，我怎么看呢？也是啊。哎，你说给他找个工作，他会不会安分点儿啊？啊？会。哎，娘，又干嘛呀？外面有蚊子咬我。这才几月份，哪来的蚊子啊？不罚你就不知道错是吗？爷爷有今天。嘿，哎，你怎么又是你啊？这今天样报，你画成这样，全国看法，怎么拿去下印厂啊？姑娘，我有个疑问，这个爷昨天你摔坏了我的相机，今天你画坏我的样报，你到底是谁派来的？不是，姑娘，这种王八蛋都能上报纸表彰，是瞎了眼了吗？如果你不认识他，那我好好给你介绍一下啊，两广总督兼广州巡抚，人送外号严青天，是个十恶不赦的汉奸，恶霸头子。打住！你到底是谁呀？我你都不认识啊？我是正义的化身，两广吃得开，多次参加英雄争霸赛，江湖人称小马的，哇，马爷，闭嘴，出去！你让我出去？不，这个严某作恶多端，你们还要替他歌功颂德？我看你们这报社也是开不了多长时间了。今天我就是来主持正义的。嘿，你，哎。你给我站住！让你蹬！住手！蹬！你站住！蹬！停！你这个小马爷，你是猪啊！你看标题不看后面反问号是吗？我分明写的是，严总督虽支持拒土大会，实则道貌岸然，抓捕抗议者，秘密开设大烟馆。姑娘，你先别生气。你到底是谁呀、啊？今天这个事儿要是不说清楚，我就把你送到衙门去打你几十大板，然后发配充军。我是来找工作的，老傻的朋友穆子金，穆先生介绍我来的，说这里有合适我的差事。来找工作的呀？嗯。你好，我叫穆青青，穆子金呢、是我哥。我听老傻说，介绍一个朋友过来，就是你啊。是的，就是他。哎呀，我来晚了，来晚了。怎么才来呀？看看这儿。穆姑娘，你看啊，他没读过书，不认识几个字，他没文化，纯属误会。你看。你们兄妹俩从小我就都抱过，瞧着这个份上，饶过他这一回。您是留洋回来的，
不能跟这混小子一般见识，他就是来找工作的。以后您分配他什么工作，我保证他做牛做马，任劳任怨，将功补过。嗯。小马爷，欢迎加入我们报社。我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你。但是你要是完不成，那明天呀，你就别来了。能完成，完不成，我帮他。真是让你给害惨了，他哥哥是听说你会点花拳绣腿，让你来给他妹妹当保镖的，这回可倒好，成了这个外国人那词儿怎么说来着？保洁。都差不多，不就差一个字儿吗？再说，也没有多少窗户。来，让一下，让一下，哎，你稍等啊。管事的出来，严大人到。你们这儿谁是管事的？搜。总督大人亲自登门，还不下跪？我们上跪天地，下跪父母，为何要跪狗官？总督大人就是父母官，跪下。你们报纸上写了本官，这与事实不符。我作为两广父母官，想见见写报纸的这个人。虽说现在各地兴办报、写文章，但是朝廷去年刚颁布了《大清报律》，没让你们写文章反朝廷。你们别忘了，现在是大清朝宣统年，不是你们当家做主的时候。在广东，还是要听我的，而我是要听上头的。写报纸的那位自动站出来，否则我就以诬陷朝廷命官和企图设计封疆大吏罪，一把火烧了你们的报馆。这洋火一根下去，就能要了你们的命。等一下，文章是我写的，跟他们没有关系。听说你们报馆办了封，封了办，已经好几次了。说，为什么诋毁本官？是诋毁吗？严大人说捐款给福州的聚土大会，钱呢？背地里却干着抓捕大会抗议者的勾当。放肆！那本官就要跟你好好聊聊了，带走。是。等等，哎，等等等等等，干嘛的？草民见过总督大人，大人暂时还不能带他离开。你们是一伙的？我一看就是好人，谁跟他是一伙的？大人，可否将他交给草民处置？我和他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私人恩怨，等解决完这事儿，我将他亲自送到大人府上。放肆！我不管你什么人，这姑娘我一定要带走。走，是，走。你干什么？哎，快点！嗨，不行！哈哈哈哈哈！臭小子，我看你是来闹事的吧？父母官大人，难道要亲自出马打架吗？让这小妞伺候我娘，
否则打死我也不走。哼，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这父母官竟然下杀招！哼，就你这三脚猫功夫，还想跟我比划？我今天就成全你，教训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臭小子！你再说一遍！我说你是有娘生没娘养的臭小子！臭小子，找死！信，杨大人史密斯先生给大人的信。你没事吧？没事。哼，这位姑娘，不，是婉珍小姐。本官今日就看在洋人的面子上放你一马，别得寸进尺。日后安分守己，少管闲事。这报馆今天就按大清暴力查封了，所有人一律遣散。哼，如果再有人让我看到从这里出现，别怪我不客气。哼。狗官，哎，听说小马在报馆门口英雄救美，反被总督大人打得落花流水。总督大人一生气啊，就把穆家小姐的报馆给封了，所有人都给遣散了。这下梅姨可嚣张不起来了。哎呦，还有这个事啊！看这个梅姐啊，以后啊，怎么在我面前嚣张哦？站住！我听说你和燕青天打架了。哦，是他先打的我，结果我没打过他。哦，天天闯祸，你当你是黑帮的呀？啊，你娘我从小就教育你安分守己，低调做人。你呢，学什么英雄救美，打架又打不过。我从小就教你练功，你练的这个不上不下哦。啊，哎，你让你娘我在桃花区以后还怎么混啊？娘，晚了你了。哥，你们投王馆是隶属朝廷吗？如今清廷准备立宪，所以啊，对洋务格外的卖力，专门设立了总理衙门来管理洋务。我这同文馆就是隶属于清廷之下，效仿西方的学校，培养一些水师、军师、算法上的人才。既然有这层便利，你为什么不好好利用一下？也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报馆办在哥哥这里？这样有你们庇护，我就不用天天东躲西藏的了，还得害怕被他们查封。再说了，我还有好几篇严青天的稿子没发呢。嗯，这样也好，那你们就搬到这边的地下室吧。嗯。
我错了，我再也不闯祸了。我要低调做人。娘，你又闯什么祸了？说给你的。这几句话呢，写一千遍。十五个字写一千遍也太多了吧？八百。不行，九百。八百五。八百七。那就八百六。哎，你还讨价还价呀？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臭小子，你娘我小时候好歹也是京城大户人家的小姐，上三旗，满洲大姓，每天伺候我的丫头就有十七八个。现在呢，切萝卜卖酱菜，为的是啥呀？不都是为了你？啊，你看看你，字不写，功不练，钱不赚，连人都做不好，你让我拿什么脸活呀？啊！我！娘，你干啥呀？找东西。娘，你找什么呀？绳子。找绳子干嘛呀？哎！上吊！我不活了，我这就随你给吃了。娘娘娘，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你快下来，我好好练武。实在不行，我还能上街耍大刀卖艺赚钱呢。哎，娘，我写一千遍。娘，我知道错了，你下来吧，别哭了。我什么都听你的，行了吧？我觉得吧，光练字是不够的，你还得顶顶坛子。啊？哇！今天呢，娘就再传授给你一套独门功夫的心法口诀，你可要听好了。一月的萝卜，二月的参。那至于这个意思嘛，就是告诉你，出招的时候要想象着你像是在切萝卜，招招都要见血，听懂了吗？娘，这是你的家传功夫吗？怎么这么不入流啊？哼，这样才能糊弄人嘛，你懂什么？这你说你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怎么会这么不入流的武功和招式？跟你那个册子上的完全相反。册子上画的虽然是拳法，却是美得很。册子，你看了我什么册子啊？就是你包在手绢里的册子啊。哎呀，娘，你怎么了？娘，我就偷学了两招，你别生气。娘，你是不是又想我爹了？美人林残月，无言若有思，寒贫淡鞋底，余洁怜者谁？余本多情人，存心聊自痴。好歌幽兰曲，缘情终不移。儿子，娘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让你去报仇的。哦。娘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练习这本册子上的功夫，
做个有志青年，不要被别人欺负。你要低调做人，功夫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不能招摇过市，更不能做坏事。你听明白了吗？儿子一定好好练功，保护娘，不再受人欺负。下去吧。是。多吃点。大人，请。洋人还有什么话吗？我们王爷听说这批货要在广东港滞留，可欣喜得很。哦。杨大人的这批货，不只是要在广州港滞留，而是要存在这里，日后提走，转去南洋。而王爷要的货，也在其中。好。不过，这朝廷不准运大烟和私盐，这万一要是被查到的话，我们会一并承担责任。好，大人，够爽快，来，以后有钱大家一起赚。吃。你好啊，穆姑娘，你来了。小马在吗？在，在里边请。梅姐，青青姑娘来了，小马的朋友。啊，梅姨您好。青青姑娘，来里边坐。坐坐。小马，啊，小马，小马，小马，青青姑娘来了，你好，你好，青青姑娘，来，请用茶，谢谢。儿子，艳福不浅啊！娘，茶意了。娘，要不你去歇一会儿？我歇着呢。娘。梅姐，你看看我切的萝卜够不够？啥萝卜？白萝卜。随便喝。随便喝。随便喝。小马，我来找你，是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现在国难当头，清政府无能，你我正值芳华，理应担当起护国的责任。虽然，可能你我微不足道，宛如大海里的一粒沙，但是能为国出一份力，也是问心无愧的。上次，看到你和严青天周旋，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样的朋友我愿意交，所以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报社。好。前面有家医馆，明着是行医卖药，但是背地里却干着贩卖大烟的勾当。我想写篇文章揭发他们，但是报社说要我拍照取证。拍照取证？这个有意思。
包在我身上。这是相机，你学会了吗？早就学会了，没问题。那你小心一点。哎呀，没问题，相机不会给你摔坏的。我说的是让你小心一点。给我吧。先生是来看病的吗？是来抓药的。抓什么药啊？珍珠膏。给谁抓？姥姥。珍珠膏有，但得现钱。后堂有请。是，里边请。里边请。客官，里边请。请。客官，你要烟膏还是烟泡啊？烟膏。那要不要再叫个丫头来伺候一下？不要。好，那您稍等啊，稍等。人呢？哎呦！啊！哎！客官，您这是肚子疼，想去茅厕。哎呀，茅房在那边。啊，谢谢老板。哎呀，哦，哎，小马。这批货质量不错，我检查过了。都稳着点儿，稳着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哎，大人，这些货呀，我自有安排。大人，不是我不放心你，是杨大人不放心你。最近广州一些新进人士在国际上一直呼吁让我们不能往这儿送鸦片了，这要是万一被查出来的话，我们杨大人的国际声誉扫地，咱们之间也做不成生意了。
佳佳。哎，哎，佳佳，佳佳，生气了？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我就怕你为了脱身不得不染毒，我怕他们就这么盯上你了。那里面是不是特别可怕？这么担心我呀？那我可真是开心死了，刚才发生的事儿啊全都忘了。还不是怕他们就这么盯上你，要是再找到你家里那就麻烦了，看来我是白担心了。按照你说的，我说把那些羊羔子全部都带回家，给足了钱自然是不会有什么麻烦，就是啊假装比划吸了两口，装得有点累。这次多亏你了，等我把他们的地址公布出去，看他们还怎么狡辩。嗯。啊，只不过我们报社现在情况有点复杂，可能要转为地下工作。以后啊，我们就在同文馆，你我就是那里的雇员。啊，这是法兰西的烘蛋挞，我亲手做的，算是正式给你道谢。哦，好吃。松江钱庄的票号，我大清的银元和洋人的美元都可以兑换，兄弟们再帮我办最后一单，就可领了钱返乡养老。前面有个箱子，帮我去看一下。是是。去看看。有人听见开枪，必定找我报案。我就说清军勾结革命党干的，哼，一了百了。大人，高啊，您这可谓是一石三鸟啊。发生什么了？也今天让我们护送洋人存在广州港的鸦片，在云华路二号烟楼旁的杂。严青天这个恶霸。小马，你要干嘛？到那边仓库去看看。以后咱就是那么干，不醉不休。来。小毛，今天喝个痛快啊！来来来，
包围附近，全部封锁，所有嫌疑人全部盘查扣押，快，快追！是，快，快！哥，哥，小马，我哥好像不在啊。小马，小马，你怎么进去的？快点起来吧。大人，这前面就没有路了，再往前就是同文馆了。大人，你别冲动，这不归咱管。先生的办公室，他的家人早年都在齐，听说他的祖父还被咸丰岩册封过，可千万得罪不起啊。管不了那么多，是你们大晚上你们在干嘛？这你都看不出来？我是问你为什么在这里啊？总督大人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同文馆的雇员，穆先生亲自录用我的，今晚值夜班，这长夜漫漫的，不然大人你教我该怎么打发时间呢？刚才有没有看见有人进来？当然没有，我一直都兢兢业业的值夜班呢。哼，兢兢业业，我看着你可疑得很。来人，绑起来带走。哎，你阁下是？这是我办公室。同文馆馆长穆子金，您这是？哼，这小子有纵火的嫌疑，我要把他带回去审案子。带走。等等，这是我私人秘书，他深夜在此是为了整理明日要呈给总理衙门的文件。您怀疑他纵火，那便是怀疑我，不如直接把我这个馆长给带走，不是更干脆吗？他整理文件，整得跟这位亲嘴啊。这是雇员们的私事，与我们同文馆无关。大人，您看咱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不如卖个面子给我，暂且放过他们二人。大人您看呐，现在的工作多难做啊，还有几个年轻人愿意给咱们朝廷办事儿？我可是好不容易才雇了这几个人，您要是非要想带走也成，麻烦大人去摄政王那儿请一份手谕给我。大人可别把事情搞大了。你小子还有你，今天看在穆大人的面子上，
暂时饶你们一命，别让我找着证据。撤。多谢大人。恕不远送。哥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刚才吓死我了。我刚刚在地下室给孙文先生整理资料，听到声音就上来了。你们刚刚严青天说你们在干什么？嗯？小马他刚刚伤了严青天的鸦片。是。金吾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我们的货都被烧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是是。我再给你2000时间，你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听明白了吗？如果做不到，我就杀了你。滚出去。是。来，两广总督秘密贩卖烟土，来，严青天勾结洋人商社结盟，来，大家都来看一看，洋人利用大烟荼毒我中华土地。如今货被烧了个精光，可杨大人早就发下话来了，念在多年合作的情分上，给你时间让你找到凶手，按律严惩，然后赔偿损失。我和王爷的损失也不小，你稍安勿躁吧。哼，大人，王爷从京城来的信。王爷怎么说？革命党的报纸登了烟土的事儿，王爷被参了一半，告他不顾立宪的时局，忙着在广东买鸦片做生意，换金条保命。摄政王让他亲自来广东摆平洋人。如今除了马上找到凶手，让洋人满意，还得赶紧压下这件事。哼，这找到凶手，可如同大海捞针呢。昨晚亲嘴的那小子十分可疑，还有那个叫婉珍呢，怎么看怎么奇怪。臣两广总督严青天给王爷请安。严大人，起来吧。那日货到广州港，不料微臣在处决知情人时，不知道被哪儿派来的人来偷袭，火烧仓库，导致货全部被烧。严大人，洋人那边怎么说？要不然交出凶手，严惩法办；要不然赔偿。您可知道，我们王爷此次来广州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您信中说，那些都是幌子，咱们的事儿赔钱割地就能摆平洋人，大不了就是你我损失一些罢了，而时局上怕是不久就要有一次很大的暴动，这地点就是在广州，你马上去平息了洋人的怒火，调准枪口来对付这些革命党，这才是正事儿啊。是。严大人，我们王爷此次来广州就是秘密督办联合各方来镇压革命党的。嗯。洋人那边的事情要尽快解决，毕竟嘛，生意还是要做，别弄得他们不开心。如今我们大清国是风雨飘摇，这皇帝才3岁，趁此乱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仓库那边可有线索？有一个小子十分可疑，
下官无能，数次都没有把他抓回来。王爷，您亲自去会一会。嗯，臭小子，啊，想拜光咱们家呀？放那么多盐干什么？把眼睛贴扔在菜缸里，淹死他！哎呦，隔墙有耳。 酱油饵，你说话给我小心点儿。有人吗？哎，这位老爷，来，正宗的京城酱菜，有酱咸菜，酱萝卜，还有酱豆角，反正买一件送一样，随便挑。嗯，是一家老店。娘，你干嘛去？买萝卜。买萝卜？老傻不如去买了吗？他不会算账。哎呦，娘，你这日操心了，老傻又不如真傻，你。我们家主子跟你说话呢。哦，是一家老店。儿子，今天不上班啊？今儿个礼拜天儿啊。礼拜天儿也可以去帮忙干点活，是吧？人家给你发着工钱。 你去干点杂活，儿子，还不走？知道了，我娘今天吃错药了。臭小子，你站住！大婶儿，您有儿子。对夫人讲话要客气一点。你娘说的没有错，这做人嘛，要知道感恩、念恩。你说对吧？ 小伙子，对，说的多好。儿子，不管是干活还是看书，你就赶紧走吧。娘，你总赶我，你总赶我干嘛呀？赶紧走！听好了，这是我们家王爷，想打听打听前几天火烧仓库的事情。烧仓库啊！ 您哪只眼睛看见我儿子烧仓库了？这事儿严青天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不是我儿子干的，你们就别触眉头了。夫人，前几天广州港丢了东西，烧了货，洋人很生气，朝廷也很不安。你要是知道线索，一定要告诉严大人。如果要是跟您的儿子有关， 我保证，我一定不会重罚他。听夫人的口音，应该也是京城人吧？难怪这酱菜做的是如此地道啊！地道也没见您买呀，大人，我这店小，接不起您这大客。好。 怎么了，梅姐？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老师，我看见那个人了。哪个人啊？宰艺。宰艺？娘，宰艺是谁啊？ 我不是叫你去同文馆吗？你在家里闲晃什么？娘，你今天吃错药了吧？怎么总让我走？
我们要搬家。啊？去哪儿？天山。松花江。反正越远越好。娘，你到底怎么了？儿子，我已经跟你的杀父仇人了。杀父仇人在哪儿？就今天下午来那个。小马，我们赶紧走。不走，我报仇。我觉得小马说的对，我们不用走，走了就是认了。我们只需要伪装，让他以为我们是广东本地人。怎么伪装？谁不知道我京城来的？你别着急，当年他不一定能看清你，你一直在马车里，要是认出你来了，今天他不会这么轻易就走了。我一定要替我爹报仇。报什么仇？报什么仇？你有这本事吗？哎，梅姐啊，给我拿四两青笋了。今天不卖了，家里有事儿，先关门了。哎，今天喇嘛早关门了。当年马凤鸣与我比武，他身后的马车逃逸，里面那个妇人分明抱了一个婴儿，如今正好是20岁。王爷，我派人去打听了，酱菜园那个臭小子的确姓马，桃花居人称小马，今年20整。那个梅姨本姓纳兰氏，是从京城来的。纳兰氏。20年前，京城有位在旗的格格，当时跟一个姓马的私奔了，闹得是沸沸扬扬。后来就了无音信，生死未卜。那位格格也姓纳兰，难道是来了广州？王爷，您的意思是？这个茶是又涩又苦，看来你这个日子过得也不怎么讲究嘛。王爷，我严大人，不管这仓库是不是那小子烧的，依我看，先抓了再说。给我把小马拿下，如有反抗，格杀勿论。是。严青天，我已经交代过了，仓库不是我烧的，你又来找我干什么？不是仓库的事儿。咱们有一件算一件，今天我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儿。嫂夫人，别来无恙啊。端亲王，我足足找了你20年，找不到你，我就算进了棺材，他也不踏实啊。三爷，好歹你也是皇室宗亲，就不怕给你祖宗丢脸吗？哼，能让我丢脸的人全都死绝了。你杀了我爹，本该是我来找你报仇，你却反过来要杀我们，还有天理吗？天理？这一切早就该结束了，你们本就不该活着，是我让你们多活了这20年。你的父亲自诩一代宗师，也当真是名震江湖，
但是他却屡屡插手恩怨俗事，却不懂得脱尘避世。他的死那是咎由自取。难道好人出头就应该死吗？如果人人都袖手旁观，苟活于世，那又和阎景殿有什么区别？我还没追究你这个烧了仓库的嫌疑犯呢。狗官，打我儿子，把你剁做酱菜。哼，本来我是不相信这仓库是你烧的，也就是那些革命党干的，但如今你这番话我倒信了八九分，因为你跟你的父亲一样，就是爱多管闲事儿。我一直以为阎青天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恶霸和汉奸，原来你才是。你们私贩的大烟膏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大好河山就是被你们卖光的。好好，你不愧是有乃父之风啊。说，这仓库是不是你烧的？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哼，不说是吧，那我就先杀了你娘。上我娘娘。小马，小兔崽子，把他留给洋人交差，我先解决了你娘。
我干嘛？这枪是假的，走。老沙，你不敢救我，我得陪着我儿子。梅姐，你傻吗？要是两个人都被抓了，那就更难救了。梅姨，我哥哥已经连夜去找人了，看家里有没有能和端亲王说得上话的亲戚。没用的，他忍了20年了，就算太后和小皇帝下旨赦免我们，他也会先斩后奏的。动不过谁一死，这笔账早就该算了。我要叫小马。你别动，要去我去，你不能去。哥哥怎么样了？小马现在被关在总督府后院的柴房里，我找了一晚上的人，端亲王跟总督府衙门都走不通，这事儿秘而不发，我看他们是想私解。那现在怎么办啊？这事和烧仓库搭着，没准能从洋人那儿想想办法。住手！毕竟是我们的贵客，怎能如此对待？你说是吧，嫂夫人？在意，你放了小马，他当年只是个婴儿，什么都不知道，有什么冲我的？我的命给你。真是母子情深呢、啊、难道你就不恨我吗？毕竟当年可是我杀死了师兄。今天我只想救回小马。恐怕是不能让夫人如愿了。那这笔账就真得算算了。
们王爷这次是微服广州，不方便露面，十分抱歉。不过我把火烧仓库的凶手带来了。你小子终于抓着你了啊，赶紧向我们杨大人赔礼道歉。糟糕，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你有种啊你小子，蹲下。道歉。我娘教我誓死不当亡国奴。再说一遍，誓死不当亡国奴。还嘴硬，我娘叫我誓死不当亡国奴。你娘马上就死了，你有小马，小马，怎么伤成这样？走，我带你回去。走。这本册子上的功夫，做个有志青年，功夫只是用来强身健体的，不能招摇过市，更不能做坏事。儿子一定好好练功，保护娘，不再受人欺负。你听明白了吗？哥，小马，好点了吗？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小马，
你知道外面现在什么样吗？如今清廷无能，家破人亡的不止你一个。强人狼子野心，势必要瓜分我华夏河山。你还在这儿奄奄一息，萎靡不振。你知道孙文先生是多么努力的在聚集各方力量起义，准备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国家。你一个男人，不思振奋，不保家，不报国，还不如让端亲王一掌打死你。我没用。小马，你错了。我相信如果假以时日，你一定能替你母亲报仇，替老傻报仇，替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报仇。但是现在你不是，你的心死了，你活着像一具尸体，你跟外面那些为了一己私利陷害别人的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王爷，小马被保出去了。什么？被保出去了？洋人不告诉我们是谁保的，但肯定逃不了是穆家兄妹。他娘呢？他娘还在后院关着，幸亏没有杀了他，就防着洋人的两面三刀。放他走，那就是养虎为患。依我看，他肯定就藏在桃花居的某个角落里，那里的房屋错错落落，想要藏个人，哼，太容易了。带他娘去桃花居，逼他出现。是。桃花居的居民，我是总督严青天。今日谁要是交出反贼小马，谁就可以得到朝廷的奖赏。如有私自窝藏，必将满门抄斩。就算知道，什么事儿也不会告诉你的。对，为什么要告诉哪有这么？这小马，赶紧出来！严大人，你就别白费口舌了。你们这群刁民都给我听好了，我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如果再不交出小马，就先杀了梅姨，然后一把火烧了桃花区，把你们所有人关进大牢。小马，梅姨她还没有死啊！真的吗？真的，真的。但是，端亲王又来了，他说他又烧了桃花居，而且如果你三天之内不出现的话，他就杀了梅姨。
我小马今日要找端亲王与严青天报仇，与你们无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在此做狗官的骚狗，不如去报效国家。如果你们执意助纣为虐，那就休怪我手下不留情。让他进来。娘，娘。儿子，娘从小教你什么来着？誓死不当亡国奴。小马，也怪你啊，国恨家仇，跟他们一起算。那我就杀了你。我定取你性命，替我父亲报仇。果然是你父亲的好儿子。
喝了。小马，梅姐。梅姨，上次的鸡我还没吃成呢。小寡妇。哎呦，梅姐，你怎么还叫我小寡妇嘞？哎，妹子，这店就交给你了。小马，你们要去哪儿啊？闹革命去。嗯。